么？爱把加州。欢迎来到加州，不写最浪漫的衣服，全年365天恋爱的温度，一个小时一对男女不可能的任务，拉着你的小手说。漫天卫视《恋爱吧加州》由风驰电掣、雷厉风行的风雷速递独家冠名播出，一通游艇俱乐部联合主办，指定旅程合作伙伴可可假期，指定交友平台两颗红豆，新媒体合作伙伴北美新浪，指定资讯平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大家好，欢迎收看《恋爱吧加州》，我是小 A， 我是小 G。 今天呢非常的炎热，我们来到了洛杉矶最大的 Outlet，那么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就要见到传说中的女嘉宾了。没错，听说女嘉宾呢经常在这儿购物 shopping， 因为这边就是LV 人购物的天堂。是，那我们两个今天也非常高兴，我还买了一顶非常 fancy 的帽子。呦呦呦，等等等等，对，让我来把它戴上。啊， so beautiful， 小 A， so fashion。 OK， anyway， 好，我已经看到了远远处来了一个美女啊。哇，不愧是在最熟悍，真的太漂亮了。然后我在旁边像一个矮冬瓜一样。Anyway， 好害羞。那今天这么漂亮，是已经为见男嘉宾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是的，是的。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你的短片。好。大家好，我是程晨，来自中国沈阳。我来加州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我是巨蟹座。现在您看到这里是我平时经常来工作的地方，这是我们洛杉矶市中心内最大的一个 Outlet，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国际的品牌。那我每周大概都会有2-3天的时间在这里面挑选好的商品，然后我会进一些货，然后在我国内的店里面去销售。我个人有3段感情经历，虽然最后都是没有走在一起，分手了，但是我还是很衷心的祝福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伴侣。我这次来到恋爱吧加州的目的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我喜欢类型的男生，我是事业型的女生，我希望能找到一位工作狂类型的，然后同样很有事业心的，我们共同一起努力开创我们的事业。我是程晨，恋爱吧加州。短片已经看完了，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我们的女嘉宾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对，我们女嘉宾呢就是喜欢那种比较成功的，是不是商人。那刚好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呢也是我们从万千的这个茫茫人海中选出来的佼佼者，优质男嘉宾，刚好符合你的要求，很期待哦。是，我们赶快上车，赶快去找他吧。好不好，出发。看身后有非常多漂亮的船，耶！约会一定很浪漫，有没有？是的，是的。我们的男嘉宾呢，现在已经到了，他就藏在某一艘船里面，激不激动？嗯，有点。等着你看，我们今天女生的裙子也是跟碧海蓝天啊融为一体。我们现在就时不我待，马上去找到船里的王子吧！出发！出发！出发！这个是男嘉宾帽。哇、wow！
好，这就是一直很忙在打电话的吴总。哎，吴总你好。那个吴总啊，百忙之中今天安排了这次约会哈，就是海边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个肤色这么古铜色。是，对。你看见我们女嘉宾有什么感想？觉得怎么样？太性感了。这个词不怎么好。女嘉宾觉得男嘉宾怎么样？嗯，挺帅的。蛮帅的。门吗？门吗？你先落的肤色是吗？这个船呢是现在我们公司比较火的一艘哈。到了在哪儿？这艘就是。哇，好奢华。这个船有名字吗？有，一通号。 OK， 将来会不会把它命名为女朋友的名字？可以啊，可以，或者就叫做 baby 号。所有的女的都可以叫 baby。 这个可以有，叫亲爱的，大气。OK， 那我们从这边上去吧。美女先上。来，我这个船您允许植物类上船吗？你们俩可以自己想办法是吧？拜拜，再见啊。哎，我们就是这么。我等一下掉在水里，我没有保险啊。来，拜拜。啊，这个船的。没事，谢谢。把它拖下去。哇塞，小 A， 你快来看。我很晕的，我第一次上船。哎，要不小韩先跟我们的女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姓吴啊，口天吴，我叫吴小韩。大家好，我是一通游艇俱乐部的吴韩，来自天津。我叫吴韩，我来自天津。在之前呢，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毕业于这个 Santa Monica City College 啊。然后现在呢，在做有关游艇的生意，就是所有的东西，主要是在海上的，都可以来找我。我刚刚从 Long Beach 那边开完会，一是有关泊位，二是我们要在 Long Beach 那边投放一个大量的大型的一个游轮，我们在做一个海上夜店。哇塞！刚刚完成这一个项目。其实我个人呢，对女孩来说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哈，主要是随缘，主要还是随缘。毕竟也到年龄了哈，家里一直催为什么不交个女朋友，所以说我还是想通过这一次上节目的机会哈，认识一下这个女孩子，然后看看如果彼此性格可以的话呢，一起交往一下，找一个女朋友。因为我平时真的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出去跟朋友应酬，也没有时间出去认识其他女孩。吴总，能不能把眼镜摘，让我们看一下你迷人的眼睛？哇，好小啊！好帅啊，应该说是。女生那个女生觉得我吴总长得帅吗？嗯，挺帅的。就是有点黑是吗？不黑。男生一点不嫌黑，每天在船上风吹日晒的，怎么能不黑？也还好，不过我近期很少来到船上，倒是。哎，那我们女嘉宾也借给我们小吴总。小吴，对，别叫吴总，叫我小韩就好了。小韩，介绍一下自己。我叫程晨，我是学时尚设计，然后现在也是自己做 buyer 买时尚买手，然后在中国有开一个店，就是做奢侈品类的买手。对，是一个事业，也是事业。对，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工作，也是有点工作狂类型。好，我觉得他们两个聊，我觉得就是小孩也很可爱，我们女生也非常漂亮。那现在我们就留点时间给他们两个更多的互相了解一下。我们两个就要去看海了，是吗？对，我们俩去看海了。小 A 跟我一块去看海吧。拜拜。OK， 拜拜。好。小燕，你们觉得这两位人类聊得非常不错呀？对呀，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挺有火花的，感情在升温呢。我觉得现在小翠啊，又要一如既往的有一些她的小花招了。没错，帮助两位人类促进一下感情。是，其实我们翠的坏主意是非常多的，不知道今天又有什么样的 idea 呢？先保密咯。我们先把他们叫过来。OK， 好。Excuse me。Hello， 聊得如何 ？Sorry， 我们要 interrupt 一下。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嫌弃我们了？快吗？我们都已经看海看了三首歌了。对，那今天啊，我们的吹吹给你们带来了任务，要考验你们两个一下。任务，巨物。
巨物。对，就是我们现在有三棵树啊，就是我希望你们认出来了，它是一棵棕榈树，也许没有，不过没有关系。请打字幕，四棵吗？对，这在这三棵小树中，你们两个选择一棵，就带着你们今天要完成的一个神秘任务。哦，我们两个选一棵，对，还一人选，就是你们两个选一棵，你们俩商量一下选哪棵。我先帮你们打乱一下顺序。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可能是都一样的，也有可能啊。所以你就随便，我无所谓啊。那我拿一个吧，来这个。好，这俩作废了啊。OK， 这个任务就是今天男女嘉宾要在我们的船上进行一项 barbecue 的任务。对，我们要一起合作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哦，也不能这么讲。Maybe it's 肉啊。对，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加州嘛，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东西，就是加州牛肉面。对，这就是一块来自加州的牛肉 ，made in California。面。没有面，今天我们用烧肉，烧烤肉。对对对，我们像现在呢，就是说你们两个合作啊，把这个肉切好，然后把它穿成串儿。但是呢，在穿串儿的过程当中，你们只能用一把塑料刀，对，然后而且每个人我船上其实有刀。No， 就是只能用塑料刀，我们不需要借你们。另外呢，就是说你们每个人只能出一只手来完成这个任务。你出哪只手？右手吧。黄金右手，黄金右手。右手吧。那你拿刀。我右手。你也出右手。对。就每个人只能好，反正你们两个只能用右手，嗯，合作把这个肉切好，然后并且穿在这个串子上。那我们要规定时间是多久？反正今天晚上能有饭吃就行。好，接下来任务开始。一只手，谁的闹钟也必须一只手。sorry， 我按错了。合作愉快呀！我们能搭把手吗？不行，不行。哎呦，这么厚的肉，拿出来也一只手。这个真的是必须的，必须的。拿出来也一只手。完了，鸟闻到味道，好美味，好大一块儿啊！谁买的肉？谁买的肉？千万不要甩到我身上！这谁买的这么厚的肉？必须是咱们导演买的肉啊！不是，你们看一下，他是连着的，主要是他开玩笑吗？他真是连着的，这个是谁呀？这要的就是这种男的，这个你们太狠了，这个都是金啊！要的就是这种男的，给我一把塑料刀。这么大个儿，哎，咱们先从小的开始吧。我看到这块生肉，我要昏过去了。哎，要吃素的人你这样吧，你帮我戳着这儿。嗯哼，对，你帮戳的，戳着它就行。对，你戳着，我试一试。对，戳的。哎，一只手还，对，一只手还，哎呦。哎，其实有戏啊，手机小心啊，手机别掉。哎，好怕呀！我这个角度也很怕呀，很怕甩到我的脸上。小翠从来没有出过婚呢。等一下，一块大牛肉扑到你的脸上。我看哪个地方没有筋，从那个没有筋的地方下手。对啊。有筋你就换。我们下一期奥林匹克，希望能加入这一项运动。我吃牛肉呗，我吃。还怎么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真的，我们这个节目能。儿子能被封杀吗？我们是一个家长携带，也不能观看。家长携带只有家长观看了。哎哎！搞定了，搞定了，搞定了！穿成一串，谢谢。穿成一串，一块有的，这个就二十串。哎，这时候我们应该有一首歌叫。对你戳他吧，对对，这就可以了，这就算一串了，好吗？这算一串行，这算一串吧，行，就放旁边。这时候应该配乐，小虎队的那首。还有另外一串，穿一串，什么词儿？能不能唱好了？咱们今天合唱合唱那个歌，什么情有独钟是吗？情有独钟，今天又改变主意了，让你们俩唱小半截。哇，好厉害！历经了两个小时，我们男女嘉宾终于穿出了1、2、3、4、5、6、7、8、9串，哇，九九同心，长长久久，好棒啊！我是一个著名的司仪，我是一个著名的小司仪。OK，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圆满成功。
会新人为我们把这九串烤熟。我天，小吃也是第一次吃牛肉呢，好激动呀！我是不会吃，因为刚才看到他们怎么切，我真的没有食欲。对，男嘉宾给我感觉他看起来很年轻，但是我觉得男嘉宾其实内心很成熟，然后很细心，然后考虑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全，然后也比较会照顾人。我觉得比较独立，比较有思想的一个女孩，不像那些小女孩这么粘人。对，感觉挺懂事儿。小 A，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生活了。unfair。对，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还蛮好的，有戏吗？男才女貌，就是我的第六感，小树的第六感，感觉他们很有可能会在一起。对，我又要说这个司仪的词儿了，真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对。但是等一下吃完 barbecue， 我们还有保留节目。还有啊？对，为什么感觉不想要看那个？我觉得不想为难他们，不是，是不想看到别人幸福的样子。No， I can understand。对他们两个今天等一下还给我们准备了精彩的节目。Oh my god！ 迫不及待，你们人类的生活真的非常丰富多彩呢。但是我真的不想吃他们烤的串，看上去很恶心。嘘，那我们就送给观众们吃吧。嗯，还不错，还不错呢，比想象中的好很多，真的还不错。对，第一次吃肉，感觉好棒啊！不是，看来充满感情的食物就是不一样的。好，那今天我们宣布我们的任务成功，恭喜男女嘉宾。今天对我们女嘉宾的印象如何？还不错，还不错。你觉得她在你眼里最加分的一段是哪一段？最加分的一段，哪个细节？就是烤肉的时候吧。烤肉的时候穿了比基尼是吗？这个不是重点。这难道真的不是重点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哪儿？重点是其实他就是很，我看得出来他很有意的，就是想要再帮我，对，在帮助我。所以你是希望找一个能够帮助你的女生？对，对对，无论在生活上还是事业上，这个其实倒无所谓，就是、帮助帮，对对，就是感觉会比较有心啊。就是你在做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过来有心想要帮你，而并不是眼巴巴看着你等着你。对。OK， 今天很开心，很开心。你觉得男嘉宾哪一个方面会对你来说比较加分？觉得性格，对，因为我不是很完全看重外表的，我觉得性格比较成熟，然后比较细心。你觉得男嘉宾长得怎么样？不怎么样。下意识说我不是很看重外表，长得不怎么样。我觉得还蛮帅的。对，性格很好，迷之小眼。我觉得其实男人其实长相是比较次要的，然后主要就是看能力比较重要。我觉得人品，然后还有性格比较重要。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游艇的船舱中，我看一下这个氛围啊。我们男女嘉宾今天即将要对唱一首情歌，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首先是他们两个分别给大家唱一首歌。那如果之后决定约会呢，再给我们大家同唱一首；如果不决定约会，大家就我们就要离开这个船舱了。哎，对，所以请你们千万有约呀！今天好不容易包场的呢。对，那男嘉宾呢也非常的 sweet 哈，也给我们女嘉宾准备了很多饮品。香槟、雪碧和啤酒。那等一下，如果我们唱完歌之后约会，就请两位拿起这个 Sprite。如果不约会呢，就拿起那个 Farlight。对 ，Farlight 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不约会的时候选我？因为我很 light 吗 ？OK， 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的帅哥美女开唱吧，开启唱歌模式，唱吧。微微上翘，心愿的无可救药，雨带过河为了撒娇，雨后发出恋爱的讯号。你优雅的像一只猫，动作轻盈的围绕，爱的甜美蔓延。爱你来得刚好，你优雅的像一只猫，动作轻盈的围绕，爱的甜美蔓延。
晚上还没来得刚好。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法求饶，如此美好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你的唇膏鲜艳烫好，一股自信的骄傲，怎么对着几分微妙，因为你完成了宇宙几分微妙，因为爱你我知道。首先今天很感谢这次节目给我这个平时没什么时间谈恋爱的人找了一个这么如花似玉啊如花貌美的女朋友，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组今天细心准备啊就给我们还有一棵小树哈、啊、挺可爱的倒是对对我们也是一见如故吧对有很多有很多这个性格都觉得互相蛮合适的以后我们也感谢这个平台给我们两个机会可以在一起谢谢大家对感谢恋爱吧加州因为我跟男嘉宾都是平时比较忙碌的人很少有机会能够在异国他乡能够认识异性的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然后今天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在这么美丽的风景然
后在男嘉宾的公司的这个很漂亮的船上面有这么一段很美丽的邂逅，对我一生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回忆，所以我感谢恋爱吧加州，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感谢恋爱吧加州，恋爱吧加州，我们恋爱吧，恋爱吧，所以我们